哎，现在这人在里面，对，可是受伤吗？一点没那么痛。快不说话。超夸张的，山崩体啊，整个都倒了啦，我回不去了啦，我怎么回家？太夸张了啦！哎呦！台东规模6.8强震，全台有感，炎亚纶六字真言被赞阵地之宝。超夸张的，山崩体啊，崩山啊！崩山去啊！成功震。台东关山17号晚间发生规模6.4级浅层地震，气象局宣告台湾已进入地震活跃期，余震将持续一个月。而台东池上18号下午再发生规模6.8全台有感地震，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表示，这起地震才是主震，也是今年以来最大的。有没有人啊？强震过后，华东传出多处灾情，玉里一处3层楼透天厝倒塌，1楼超商被压垮。在警消救援下，受困4人皆已救出，均无生命危险。小孩，哎，现在这人在里面，对，可是受伤吗？一点没那么痛。快不说话。对，他们现在要搬，他们现在要打掉，要搬掉了。你们忍耐一下，找个坚固的地方躲下。你们找，尽量靠近坚固的地方，没办法动，两个都被压了。我另外出的，另外出的，没办法弄，然后就那边用一下。手可以拉了，手可以拉了。来。此次强震，全台交通接受影响。台铁表示，自下午3点起，台东站至花莲站间全面停驶。其中，位于花莲县富里乡的东里车站，月台被地震震倒，导致火车车体倾斜，所幸旅客约20人皆无伤亡。我坐在最严重的第6车厢，倾斜度是最厉害的，还好旁边有2位美丽的小姐陪伴。车子故障以后，可能运作都停摆了，所以说里面缺氧。我需要人工呼吸，不过要美米哦。那这边可以。下课。出汗。哎呦，整个地都在动。整个桥都断了啦。现在是怕说车桥上的车子哈，麻烦呢。哇，这轨路拢海掉掉去。整个都倒了啦，我回不去了啦。我怎么回家？太夸张了啦！他们就觉得不对劲，抬头往上看，要掉下来！哎呦！就怕地震不消停，有网友赶赴炎亚纶脸书求救，有地震的话该怎么办呢？炎皮也直接开示6字真言：趴下，掩护，稳住。有神快拜。